渐变也是常用来提升作品质感的手法，这里也来分享给大家。使用侧喷的方式，确保两个颜色衔接处是雾化的状态，再用另一个颜色向上轻扫，就可以得到完美的渐变了。做渐变的时候要有耐心，颜色和颜色之间的衔接处一定要处理油和。掌握了这个技巧后，你就可以尝试更多色阶的渐变啦。